好会、啊。抽张号码来排队啊！你那边要抽啥？儿子，那有什么背啊？嗯？打勾零背。十倍啊！十倍哦！零倍是什么鬼？我就想，我看不懂。零倍，因为你那个十一刚好跟那个空框在一起。对啊，我想说打勾。我画起来，然后写零是脑袋抽筋哦。是练功效。打勾零啊！打勾零，我要辣，但是不要辣。对。是练功效。你觉得谁的智商比较高？你还分手？Thank you.